大家好，我叫 Andrew，我的中文名字是张一阳。我以前没有跟汇智文教基金会做过什么工作，可是，我有在一所教堂的食物食堂打过义工。我主要想要在这个夏令营做志愿者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对中华文化十分感兴趣，然后我觉得我会很好的辅导这些孩子，并且我想要通过这个经验学习到一些工作的经验，我曾经帮助过一个不会说中文的，华裔小孩学了学教过中文，然后他现在对中文很感兴趣，也愿意跟他的父母说中文了，我觉得通过这个，相应的经验，我会认识到很多新人，然后学习到如何跟小孩相处。